媒介的空性或者是什么，然后甚至你还在深圳做一些禅修，他会就是大家会找到一起盘锤，对，去做，那根本就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其实曲解了一些东西。而且当这个芥蒂在说的时候，其实你不需要，有很多人已经体验过，哎，就是说谈过恋爱的、结过婚的，其实他已经有那种经验了。那这个概念只是他的定义的认知跟那个奥修不同。当奥修在说的时候，哦，你知道，那就过去了，其实已经够了，是不是让你去什么叫很深入的爱？怎么可能深入爱？如果有自我的都叫情欲，很难去深入。就是说，你只不过是人类的深入，就是人类的爱情，只是说在乎对方而已，很在乎和去愿意去呵护他、关心他而已。另外呢，还想要求他或者是什么？就是听你说的能看懂的东西，但是很多人就不解。亲爱的，其实真正的他就到最后。通过来性来达成，都是在破了男女相以后的事情，就是你就不找男女相，然后爱才会产生，要破了情欲，爱才会产生。那个爱真的是可很可贵，再不行再来呗，再来一辈子。哎，又忘了，老师不要这样了。对呀，再来还得折腾一辈子，还得折腾二十年。对呀，要不要活到120岁？哎呀，太吵了，愁死了。哎呀。还是活长一点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该死就走，该走就走。师傅，你计划活到多少岁？我觉得60岁是很正常的一年。我觉得六十四五吧，这个我觉得很好。我觉得好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如果错过60岁了，就活到100岁。啊，那我们请佛就是。错不过的话就，我觉得60岁很多事做完了。没有。你看算一算，60岁还有十多年呢，十几年。不好，哎呀，老师那个时候都跟你说了，我们要10年以后才能办的，你不得再推迟10年？你就为啥人家没准师傅是指那个意思呢？10年你们就成了，那谁知道呢？没有完全圆满呢，老师。是啊，圆满慢慢来吧，那个。那还不是得有老师吗？那满满圆满不用老师了，自己摸索嘛。你说要到60多，我们就请国柱试到120。120跟60有啥区别？是一定要到圆满以后才能体会，每件事情上都能体会到那个无缺失感吗？你只有圆满，你才彻底在每一时每一秒上安心了。你不能安住在，不能，你就算见性或者是你证悟，但是你不能够每时时刻刻安住在那个果位时啊，你有时候就会移，哎，有时候一下就偏了，就会是丧失掉那个正量。其实这真的，你修这个修到一定时候就不是死，就没有死这么回事。就是在哪，在珠海还是在广州，你还是在这儿还是在家里，就这点区别。你是准备在哪待着？就是还是有差别的，对吧？没有太多死亡的恐惧。我没有啊。你们可能有，你们有着相，执着。哎，坐在这儿跟不在坐在这儿是有点不一样。哎，不坐在这儿，这么个凭空说法，也许你们更厉害。你们觉得，咦，这个好。起码要修得自在。了生死。走的时候就是自己也知道啥时候走呀，什么什么。后来破贪嗔痴慢疑的时候，要知道去哪里，啥时候只有啥时候你都破不掉。然后就。不是简单的，要说是知道去哪，要知道你到哪里去，和尤其走的时候，你提前最起码要境界里边，提前要知，而且知道去哪里，而且有过往来，可以带些人走，不能一个人溜。最起码达到这些。那那个大师兄40几天，而且偏的在哪也行。你每天贪玩哪有那个本事？在这世界玩的情不自禁的，这世界不亦乐乎？好玩吗？哪有好玩的东西？你们玩也玩不好，玩的伤痕累累的。我们现在处在那个
境界里面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是苦劫的话，一般很苦，一般都会很辛苦，心理层面很辛苦，有的是病痛，有病可能身体很苦，就是辛苦。其实身体苦，心也不会多快乐吧？他每天被那个病痛折磨着，要么就是心理层面很苦。但心理层面苦，在这个世界上人能啥也不就是情这一块嘛，亲情、情爱、情绪，不外乎情这一块牵引你的心。其他的也没什么，其实你已经走这么多年了，哎，什么没经历过？大风大浪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在意了。病呢也经历过了，也做过手术，哎呀，没啥了，就把生死看淡吧。说如果我的这个命该走了，到此为止，就拿走吧，谁要拿走？坦然，哎，这那反而是活下来了，没什么，要坦然一点，就洒脱一点。这样啊，就是死也没什么呀，有师傅在我也不怕。他怕死不了活不好。真的很简单，人家凑合凑合一百年就过去了，就是活一百年很快。你看这一天一天又没了，一百年其实也很快，就光你们的福报凑合一百年还行。就现在过日子也不是很苦吧？如果是这样不行，大家凑凑福报来攒一下。还得凑福报。对呀、啊，他不行了，你这边还有些挪一点给他。啊，可以这样吗，老师？借嘛。真的。成道了就行嘛，就凑当场就是凑福报过的，你就。